妈，6万多吗？人家跟我好了3年了，以后还要跟我过一辈子呢，让我说呀，60万都不多。儿子，你傻呀？你信不信？这笔钱到最后呀，都给他弟弟了。农村人都这样，卖女儿啊，救济弟弟呢。妈，话不是这样说的。那要按照您这么说，我姐夫当时给我姐的彩礼，现在就要拿出来给我用了。妈，您别左一个农村的，右一个农村的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您这么爱挑刺呀？我的意思是说呀，他的条件跟咱的条件差远呢。咱是本地的，依咱家的条件，身边的女孩不是随便挑吗？妈，您是真看得起我呀，当我是皇帝呀，还随便挑？儿子，你好好考虑考虑，我真觉得呀，他真有点配不上你。妈，往往配我10个都绰绰有余，您什么都不了解，就别在这捣乱了，行吗？儿子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呀？以后生个孩子该怎么办？你先把妈累死呀，还是把他妈接过来一起养呀？哎呀妈，以后的事情啊，以后再说吧。您要是嫌累，实在没人帮我看孩子呀，我就雇个保姆自己看，行吧？我怎么嫌累了？你怎么跟我说话呢？我怎么就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呢？哎呀妈，这些事你就不用管了啊！你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别管了，别管了，没事没事，哎，别生气了。娃娃，没事啊。我妈今天过来呀，就是商量一下咱们结婚的事。她说了，到时候呀，给你包个大红包。其实，你们下午的对话，我听到了一些。娃娃，你记住，别人的话，不管是谁，哪怕是我妈。你要是不爱听啊，就不听。我既然要和你结婚，就一定不会让你受委屈的啊！赶紧吃吧。